是的，第一次来到大象。因为其实也今天也是刚到大象，就一路上也没怎么参观，就一直在那个舞台，然后就回酒店，所以也没来得及参观这块。就是还行。甜的吧，对，甜的，就是馅儿是咸的，咸蛋黄。对对对，哦，咸蛋黄是吗？哦，好好。